这大清早我就来看天儿啊，今天阴天。阴天呢，我们现在可高兴了。为啥？我们想盼着它下雨啊，地太旱了。你看那面阴的多厉害呀、啊，哈，年阴的。但愿今天能下点雨啊。好嘞，哎，厉害。哟，拿大剪刀呢？你准备修理小树枝儿啊？你会绞吗？绞成稍微小圆一点的。啊？能绞出来吗？啥绞不出来？这大剪子不快呀。哎妈，一天能抓二斤多呢。啊？他们不少钓它。昨天钓多，昨天钓八斤。青山大哥啊，好几个杆干。你多带点杆甩上，这个不上，那个还上。小美女，你干啥？小美女，我要喂窝子，你就干就行。喂呀、啊，我都带了鱼食啊，你不喂你啥？哎，昨天真钓那么多啊？那小两桶干半桶。哎呀妈，厉害！就坐那没动地方，喂养窝也不动地方。真能钓，他们都没有钓这么多鱼。那你就快走吧，走了好去钓鱼去。你要走就赶走，就危险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没事儿，啥事没有。哎，啥事没有？嗯，看吧，回家。和你们凤姑姑开着我们的小电驴子回家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们来挖花了，准备。百合花、哎、不知道能不能抠下来呢，还多好。哎，拿个小镐头，我看看能不能行呢。这里都石子儿啊，都石头子儿，是不是不好抠啊、嗯、咱们这道上可多这个花呢，百合花，野百合，这是对，主要是根儿啊，抠不出来根儿就白抠了。哎呀，你在这下面往上一样抠就好了。出来了，哎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哎、这几根还行，这几根。哎，大伙儿挺好抠的呢，还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斜不深的抠。哎呀妈呀，完了那个花都让我给干那什么了。没事，那玩意没事，要根儿就行。看，回家栽上它，明年我们家就有这。哎呀，这个大头真大呀！嗯，头不小啊。哎，这个不也可以蒸着吃吗？纸壳的，是吧？应该能吧？啊，这还不少。哎呀妈呀，这不少。这前面时候看有在抠，十来颗的。就是摘这玩意就得一撮撮摘，我觉得。嗯，那多好看哈！深呢，多漂亮呢。嗯，好看。挺好，就叫了，给你叫狗，给你叫醒了。哎，我看小狗那尾巴绑定搁那摇晃，我说可能是个熟人，要不得它那尾巴搁那绑定摇晃。可不是熟人咋的？妈，你看我俩收获还可以吧？你看，你俩收获，你看，净整那些个。啊，我俩这花咋样？花是花的鲜艳，是花的鲜艳。看看多漂亮啊！是花的鲜艳。栽上，多顺！冠军回端红了，他不回来了吗？钓鱼了吗？你咋还没回来呀？没回来，那就钓去，他自己来瘾了呗。这鱼都没给他交回来。回来我知道，他回来那个我的锁头变样了，我知道回来人了。啊！哎呀，你管他，他也丢不了。他去得唠嗑去了呗。嗯。跑单位去了呗。嗯。他拿的快递啊，这快递啊，你看把这一袋面给包上了，怕下雨，还鸡蛋皮嘛，你看没好东西，还鸡蛋皮。哎呀，鸡蛋皮这不也是啊？那个就里面那兜是我的，妈，你给拎出来。你吃不是好东西。对，那个剩下都是他的，给杨凤都给他送过去，那都是他的。啊，哎，里面还有个那个是我的，对，给妈就行了。哎，好，这些都是他的。
是我们家邻居的快递。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你看几天不见，一家小菜长的，哈，长得多好。小乐仔，我说我刚才我说一进来我说，哎呀妈呀，你看咱妈在这摆的，你看我妈在这摆的，哈，太小了，太密了。嗯。去年是不是？去年咱怎么那么好长？你去年是在这边儿，嗯，今年这，行啊，有的吃都不错了啊。你看我妈搁的那个啥玩意儿，摆上了。我一进来，我说我天哪，哎呀，自己家就是有味道哈。